Avinza Award 亚太区寿险理财大奖是由亚太区财务策划总会 Avinza 所举办，而现时 Avinza Award 是亚太区唯一的国际寿险奖项。亚太区财务策划总会的成员和地区包括有新加坡、澳洲、台湾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菲律宾、印度、澳门和香港。获奖资格分为两大组别，首先是个人组，如果理财顾问首年度的保费收入 FYP 达到67万，他就可以申请杰出精英奖。如果是67万的两倍、五倍或者是十倍，理财顾问就可以申请顶尖、卓越又或者是巅峰保险精英奖。跟着是经理组，如果你的团队有三位、五位又或者是十位得奖者，你就可以分别申请杰出、卓越又或者是巅峰保险领导奖。得奖者可以参加一个全新的奖项，全港十大我最喜爱的理财顾问大奖。透过网上投票，我们会选出十位最受客户欢迎的理财顾问，并在报章或者是社交媒体以作表扬。得奖者同时会获邀出席明年2024年7月2日及3日在会展 Grand Hall 的颁奖典礼，与其他得奖精英和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这一份的喜悦和成就。